半夜睡不着吗？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就是兰屿的 Seven， 这里是最好的补充食物的地方。来，宵夜场时间到，离岛的价格调整，部分商品比较贵哦。吃什么吗？来看一下这里的 Seven， 哇，生意很好，空空空空空空，哇塞，哇，居然没有食物了，那吃什么好呢？都没了。